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冷。嘿、hey, ，现在是不是好像开了加速感觉？讲特别快，讲特别快，没有加速吧？其实根本没有加速，现在跑路了。你可以讲你第二集讲那个超快速的，超级快，超级快，超级快。那个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平常我们可能讲那么快，知道吗？好吧，开始。工具台词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不出去，用来合成。因为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洞穴里面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做一点东西来保护自己，是不是？保护哦，你要做装备。做装备了，你拿到很多铁是不是？对啊，铁可以成为你最常用的装备，因为铁是算是在 Minecraft 里面比较便宜的东西，比较容易找得到啊，而且那个耐久度比较多，可以做一些铁的东西出来。对，合成台，点合成台。好的。对。你想做哪个部位？我们有四个部位，有头、身、脚。从下半身开始吧，慢慢做上去。哎、欸，我们是要有十几块是不够的，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裤子，穿起来像变态。啊，我是点的，形状是一样的，哦、你看到裤子哦，所以做一个 N 的形状就可以了，是裤子 N 的形状，对对，还想做什么？还有十二块，可以做什么是比较少花到铁的？头啊，脚最少头，脚多看就没了。好，脚吧，这鞋子就这样子，两个，这形状是一样的，蛮好记的。那我来拆手套，没有手套，只有身体，身体的话刚刚好够。哦，你身体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，你猜啊，差不多了，什么声音？没有。想看到、哦、T 嘛？为什么身体是 T 啊 ？T 恤啊 ，T 恤是哪一个部位是空的？你想象一下，差不多，真的吗？但是 T 恤是下面是平的嘛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坐了框车，好厉害哦！这样获得隐藏成就，平啦，上面是平的。哎、欸，刚刚什么东西？栏杆，不要，哦，我知道，不要浪费铁，不会，上面是平啦，你要我留一个空间穿的头要放，头要露出来。哦，头露出来，对，放嘛。哎呦，消耗超多的，是哦，是的，没关系，最后都做嘛，都做嘛，真的假的，都做嘛，没关系。恭喜你，穿在身上喽。好啊，我来特写自己，开始穿装备。其实自己就看得到嘛。咚，哔不哔。所以我没有手套吗？是没有手套，因为乐克人不用手套啊，乐克人是。可是好重的感觉哦。不会危险吗？超，这麦克风没有重量的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可是，好了、啊，走。可惜不是你。啊，我发现这边是有路了，走这边吧。哦，好啊，哎、欸，好酷、哦，我们来插火把。记得哦，我要来插。你插嘛，你就插嘛。这看不到，插在看得到地方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好的。哦，今天我们要目标是什么？你记得哦，我等。哦没有关系，你要装备啊！难怪他射我不会痛哎、欸，他刚刚损失的是我的装备的血量，好可爱。你按 F， 我按了，哦 F 5、哦、被插了，好有趣、哦，这样子，好有趣哦。这边是看起来有点怪物，因为前面比较黑，会生怪。酷哦，我现在还想记得不要用铁镐，铁镐是比较宝贵的，你先用普通东西，先用普通镐，普通镐嘛，那我就把普通镐放进去。哎、欸，有怪物哦，哪里出来？我很近耶，在哪里？僵尸家就在前面。啊 ，Creeper， 哦 ，Creeper 高招，小心哦。那还爆？苦力怕是最恐怖的。苦力怕要死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死，还在那。哦，死了。哦，接下来小心一些石头，这些石头比较恐怖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形状。哎、欸，我把那边路切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路切掉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要跳。没关系，我们往上面走就好了。好像那个 Alex 的感觉吗？是的。然后最后就没有抓到就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往上面走吗？为什么？你现在可以按 F3。F3。好啦 ，Minecraft 小技巧，看一下你的 Y 现在是42，是不是 ？Y 在哪里？这个 X Y Z。哦，看到了。X Y Z Z。Y 越低的地方会出现钻石。对对，大概是十级的地方会出现钻石。所以今天我们目标是找到我们的第一颗钻石哦，找不到不回家。啊，怎么样？有快好酷哦！你就拿个剑出来打一下嘛。我在看那个 Y 的变化。哎、欸，上面你头上不要哦。哎、欸，你还活着、啊？还活着。哦，好可惜。我是比较厉害。哎、欸，他把火把给炸了是吗？给炸了。哦，我们走这边嘛。哎、欸，感觉下面有人来过。你看你怎么感觉到的？有火把，而且火把是乱的。乱插的吗？乱插的，完全不懂玩 Minecraft 这个人。哼，还有。哎、欸，走这边嘛。有！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掉下去了。你干嘛？你是在哪里？
你在哪里？去了，我掉下去了。你掉下去哪里？我插火把的那个地方掉下去了。对对对，这里吗？这边，对对对，下去。你有事吗？你看到我？你上来啊！对对对，你要帮我弄上来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自己原地盖石头什么的就可以上来。所以你不是一起上来下来玩吗？不用上来去了，这边有路啊，这边有觉得比较好的路。好好 ，OK， 那我就原地盖石头，就上盖上盖上来。懂？不会不会，懂懂懂。好吧，上来吧，再盖再盖。嘿，不用，走吧，走。这边感觉不错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回去的路。OK 的，左边。哦，这边是回去的路。这边就有假火把，想骗我们。打爆！等一下，我们来的路在哪里啊？我等搞混乱。我们在这边来的嘛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都有插火把。等一下，因为有其他人插火把会乱，而且这边分岔路比较多。是我们在这边来的，是不是？好难的感觉哦。OK， 先确认一下，不能回去。我们终于迷路了，第一次迷路。我们从这边来的吗？对，这边先弄一个，是吗？火把阵。魔法阵是为了要确认自己不怕自己迷路。对啊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非常重要，因为真的会迷路啦。哦，哇，是有魔法阵的感觉耶。有吗？经过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快回到家了。快来，下来，走吧。要问你了，要是我们一直走都是经过自己的魔法阵怎么办？就是，好可怕、喔。好吧，打一点。你家用那种好像很厉害。煤矿还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常常用到，烤什么都是用火用煤来烤。哦。所以是见到是金丹可以采一下矿，采一下煤。但是今天我们的目标不是打，所以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类似铁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碎哦，碎哦，碎哦，包哦，满满的铁。对对对对，超爽。这边也有，好不好？再帮你打一下。好多铁哦，这边超多，走吧。我感觉煤旁边就是有铁，就是他们的在，所以就是会变成煤铁。嗯，所以就煤铁了。嗯，煤铁。别逼我故意打地板让你摔死哦！再继续饿。我不会饿。哇，这边好多，超级多的。好啊，你说有煤就会有铁哦，你说的哦。我刚刚打了很多。哎、欸欸、，Creeper， 等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！我靠！哎、欸，才剩一滴血耶。我差点死了，刚刚好不好？因为完全，你刚刚整个我们整个就是被困啊，不是就是有困兽斗的感觉，这是阴谋，这是阴谋，这绝对是阴谋，阴谋吗？有人在制造，碰了会怎样啊？会死啊？会直接死吗？不会烧死，不要碰。真的吗？你说会一直燃烧，然后就最后，哦，喂，等一下，露出来了，靠背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为什么？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有没有带水？你会？我死了，我死了。我有水，人工呼吸。哦，是哦，半滴。为什么你会活下来了？因为剩下半滴。哦，你真的也真的是吗？你也看你一幕。真的，好恐怖。那你在干嘛？封哦，把封住，然后它就流出来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东西好危险。真的。我也来封住它吧。封印它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封了，哎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鸡鸡啊？这里不是为什么你在？你放出来了吗？你在？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现在在我旁边。好吧，哎、欸，插火把哎，不要以为光不用插火把，这边封起来吧，不用丢上去。对。那鸡鸡是干嘛啦？没有叫你上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想鸡鸡？等一下，确认一下回去的路。好的。插火把。插。我们要走上面还是？哇，好深哦。我们是，你看一下那个 Y， 我们要去更近的地方。这里会发亮、啊。你去哪里？是啊，我现在发现这边好漂亮啊。你去哪里？哦，在哪里？有光透进来耶。没有没有，我去找你吧。我看到你了。有没有发现光有透进来，很漂亮。我感觉网友这些，哎、欸，有铁哦。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雞蛋？我们 Y 3100嘞。我 Y 已经3100，快到了。是31，不是3100。哦，31吗？对不对？这边有铁，打铁。其实我应该讲错，也是讲成31000，要怎么讲成3100？对，也错啊。对，也错。无论怎么讲也错。啊，我们可以把那个熔，哎，不要不要，它会自己消失，不需要。真的吗？对对，因为哎，有药，有药气，有药，有药气。哎，岩浆一没了就直接黑暗了。对，打铁，打铁，铁要打。有哪里？没黑不打，哪里都有。啊，对不起。非常的多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就帮你打，打快一点，不然打到明年也不行。
哦，好铁哦，超多的哦，煤老板哦，不好笑，啊，铁老板那种事，是皮老板，铁老板，你知道这什么是煤老板吗？不知道，哦，在大陆是真是非常流行，就是因为大陆很多土豪，土豪知道吧？懂，就是煤老板。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我再继续插火把，继续往下深入，好不好？你不告诉我你已经走，我还在帮你打铁。我以为你跟我长得同，就是同一对眼睛。同一对眼睛什么东西？哦，就是哎 ，Hi Creeper， Long Time No See。还不懂吗？我刚才接歌。你是？怎么了？继续往下面走，我看你很兴奋的东西。看到我了吗？插火把吧。好，因为好暗、啊。好的。好的。不要插地上，对，插墙上。好了、啊，没看见这是什么？哦、这是什么？这是金子。对，我告诉你，用铁镐去打，用石镐打的话会变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真的。金子是比较高级的矿物，但是虽然比较高级，但用它来做的武器是非常非常烂的，好多金子、哦，所以金基本上是没用的。真的假的？那干嘛还打？对，一般的 Minecraft 里面还是要有点用啦，但是一般情况是没用。可是金感觉是很棒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它太远啪啪了，你知道吗？是 Creeper 太 QQ 了，太远啪啪，所以基本上它做的武器都很快会烂掉，所以是没用的。哦，哈哈，我现在会打了。这个打掉，这个不知道谁用的。哦，底下还是有火把的感觉、啊，不是？为什么会有光？那有哦，没事。为什么挡住了？哎、哦，这边有人采矿才进来过。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这里有条路。哎，好哦，这种是一种啊挖矿的方法，叫做 branch mining。什么意思的？它这样挖的话，就比较什么地方都挖到。这材料会死掉吗？哎呦呦，这边很多东西哦，好像迷宫哦。等一下，是迷宫没错啦，因为它直接做出来迷宫。这边有发亮的东西过来这边，没有，你看到红石，这是它做记号用的对吧？哎、欸，不用，是它做记号用的对吧？不是红石，你说红石吗？对，红石是矿物啦，会可以打的。哦，没关系，过来打嘛，打了我们就不知道回家的路了。哪里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不知道了。你该不会不打算走回去了吧？没有，先打红石，红石用铁来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用其他就不能打出东西了。了解，我刚刚还有啊，为什么不打完？没有，我要做个记号。我是从这边来的，对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这边都是那种。欸、红石一次掉好多、哦，14、15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是差不多到钻石的地方哎。快了吗？但是下面都有人挖过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挖。OK， 这边都被挖空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中伏了。没关系。你知道什么是中伏吗？就是踩到地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我们掉进那个坑。没关系，我们有。哎，遇到坑什么？超黑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没办法了。有光芒。你在哪里？你一直往前进吗？什么东西？对，哦，又新地方哎，可以啊，在这边，真假的玩一下，好，好啊，等一下我卡住了，为什么？你是这个是走到底吗？走到底？对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很饿啊，现在东西不要走，先吃东西。我在这里，你有没有东西吃？哦啊，对啊，我也很饿，我都不知道我饿了，因为你没有看啊，完全没有看。饿是要靠感觉，不是用看的。难道你中午饿的时候？但是你感觉不出来啊。再吃一个。好的，走吧。我感觉这边会有钻石，我挂一下。可是不是说要到零吗？那 Y 才是四吗？啊，没有，到零是地底啦，最底的地方啊。我们一般有钻石的地方在12左右，是最多钻石的。哦，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怎么知道的？没有，这是一般 Minecraft 小知识。小技巧、小知识，今天小心哦，会掉下去会死哦。我现在小心的。我感觉我们是没办法回去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回去的路已经完全不知道。有啊，说不定有机会哦。我好怕踩到、哦，我想到了，我先插一下火把，让我知道回去了。好吧，就够了，四个就够了。不能按嘞，为什么不能创造了？可以，你点那个黑曜石的地方啊，下面呐、啊，这里，对，哦，我感觉没有东西耶，我要往回走吗？黑曜石可以踩对吧？
在下面吗 ？Hello， 你应该在下面，有看到有东西掉下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死掉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被你拼下来的吗？你根本就没有在下面。我没有下去啊，从来没有上去的，我在后面本身。我都。都，对，这边 这些紫色的矿物叫黑曜石，啊哈，这些是用来干嘛呢？你知道还叫地狱吧？哦，如果想要去地狱的话，必须正常来说必须用这个黑曜石做出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。哎，有火把耶，而且是乱插的火把，不要这样，会让我误会，烂死了。哦，这边真的是大迷宫哎。哦，这边出去还有路哦。那可以在这边探险一下，哦，但是我们这样走的话就不能回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这几天回去 spawn 的地方嘛。这样不好玩，我们要自己尝试自己走回家。很难吧？说不定哦。说不定很难哦。好吧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就不要回头了。算了吧，继续掉下去。但是我们还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留在路口吧？好像没有吧？有，比如说呢？不知道哎。没关系，那种东西没人拿的，下期回来再拿走。好的，走吧。那这边是死路哎。嗯，这还有路吗？没有，都没有路了，所以回去吧。好吧，我们回头吧。回头吧。回到起点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哪是这样唱？哎，你不是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吗？我没有哎，烂死了。在哪里？这个中国好声音的版本。好吧。没有哎，没有路哎，没有路哎。好恐怖哦！哎哎哎哎，有看到东西好像。先打爆它。哦呦呦，这有多有空物，有教学的时间。看我的方向哦，蓝色的，这个可以用铁镐来打。你先打出来。好。哦，这个叫做青什么？铜是吗？不是，你看一下，青金石。哦、青金石。对，这个可以讲是完全没有用。谢谢。谢谢、啊、一般它用来是用来染颜色哦，你懂吗？染带我来什么染颜色呢？比如说你的皮草啊皮革啊就会用这个来染成蓝色，是啊、哦、那个羊毛也可以，所以是其中染两、哦、这边很多种颜色的羊毛。好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是这边回去吗？是的。你完全忘了，我记得一点点，我的记忆，我的那个方向感比你好一点。是的，我的方向感也不错，非常弱。这边，走这边，这里，对，因为这边有路，是不是？我们，好吧，试试看。插火把，好吧，插右边。我们改了他们的火把。真是感觉这边都被来过了，被挖到一空了。我们走吧，等一下要回，不知道怎么回去了。好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所以我们这一局失败了。你都没有挖到钻石，没有挖到钻石，因为这边都被挖空了，挖光光了。好吧，走吧，那边太深入了，那感觉就是被挖烂了。走吧，我们走一走，回头。好吧，我们停在这里吧。我们回去的路就不要再播一次。好啊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非常失败，也没有啦。其实我们叫了阿林，学了非常多，也拿到很多不同的矿物。其实基本上都拿到了，只有最后一种没有拿到，就是钻石。钻石没有拿到，其他都拿到了。拿到铁矿、金矿、红石，还有青金石。好吧，我们这一集就来到这边。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彩。我给你的，下一集再见。不要冲过来啊！你干嘛？你好，不要摸。好挤啊、喔！你好挤，你是挤捷运的感觉是不是？好色、喔。好挤啊、喔！电车那种捷运上的那种很变态。电车男，好吧，拜拜，拜拜。Yo， 谢谢收看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左下角按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其他影片哦、喔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